狗肉这里。如果还有明天吗？如果还有明天。答错，来，一二三，哪哪边？好，果果吗？叮当的，我爱他，我爱他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唱一下来。恭喜我获得十秒，开始！哎，哦呦，力量，力量与炸裂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炸裂！将一级炸裂！停！好，好小哦！炸裂！对啊，人家那么大，对啊，人家你真是男生女生不一样，那你这一颗可能要转进去，你把它堵住了，你把气堵住了。好了，再给你补两下了，两下，一。哦，好，送你的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哎，风筝有风，海豚。好，我哭过。哎，我的孙子，梁静茹的。我以为爱就是悲哀。我的崇拜。风起，答对。哇，好厉害，太厉害了吧！强龙。我们现场争取可以压五下的机会哦，也可以加嘛。一个人给我一句，老公在你心目中是什么？能让我感动的啊，他是我的天哦，我的天 ！Oh my god！ 叫我爸，你干嘛叫我爸？简洁有力，他是我的天。来来来，老公是什么？范江是要感动的，没有，就你真实的感觉啦，不要不要为了讲而讲，就你真实，不要为了五下而讲。他是我的伙伴。Partner， 他是你的伙伴。怎么说？好伙伴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伙伴。Partner， 他真的没有为了五下，他真的没有为了五下。他觉得五下太少了，太弱了。这个我真的要好好讲一下。你慢慢讲。他是我最初的恋人。是我最初的恋人，最初的恋人，他像是我的猪，因为他真的想要猪队友。猪队友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这很真实哎，这一段好真实。他是我现在怀疑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哎，柔柔，我就是一只猪。柔柔 ，OK， 他是猪，他不傻，他怎么会娶你呢？他是我的猪。兔哦，你想最久了，一定有答好答。我觉得老公像我的氧气，就是我觉得我不能离开他，如果离开他的话，我应该会无时无刻，无时无刻。这个是为了五秒，我听出来了，太会了，对他真的为了五秒，你看他想那么久，哎，他要补是不是？要补，补一个，补一个，伙伴再续，补一个，补一个。他是我的太阳，因为每当你太阳的时候，都会想起我老公。刚刚说他是我的猪，现在是神猪，就是有时候也是神队友，有时候也是神队友。两局子来了，干嘛贴出来？对，好，就是神猪。不好意思，本席做出判定，要压五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压五下的部分，我觉得氧气是最实在。是，对。哎，氧气有要补吗？有要补吗？我们家的墙。帮我们阻挡许多的困难，好吧？哎，来，恭喜！博达利，他比试的，这个叫比试的，哎，五下哦，五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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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已哦，不便宜哦。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， 好，好，送五下。